讲者朱千雪出席活动啊，近排千雪就叻叻猪啦，喺 UU 超市任务入面担正，晚晚开电视都见到佢不停咁穿越，系咁翻去四月一号啊，就咁睇应该喺 TVB 度上咗位啦。不过有传佢系因为唔受 TVB 重用先去读书嘅啫，系咪真嘅啫？其实唔系，因为其实我系好耐之前已经请定假读书，呢个 master 系我未选讲者已经要读噶啦，咁所以今次系拍完几多剧之后有时间，好似反而系好锡我先会俾我读书咯。嗯，咁你读完书系咪翻翻公司噶？系啊，因为我仲有好多年约，咁所以其实读完书继续做嘢。咁嚟紧有啲咩工作安排？未知啊，因为我起码我而家考紧试，咁要去到七月先会再翻公司做嘢。咁所以其实而家呢段时候公司都尽量想我 focus 做嘢，温书咯。咁但会唔会咧怕你即系唔读，即系唔出现嘅期间，就俾其他人爬头啊？唔怕，因为我未走之前连续拍咗四部剧，咁其实今年嘅剧已经系排到满晒，都会陆续出现咯。咁但系出年我已经要做翻嘢啦，咁所以都唔惊话电视上见唔到我。嗯，但会唔会觉得咧公司偏心咗啊？陈海林同埋蔡思贝啊？唔会啊，因为其实我哋三个都系好多唔同嘅工作，基本上我哋入行到而家可能系港姐出身啦，大家都系非常之忙。咁我哋三个连埋佢系刘佩月啊，嗰啲基本上都系冇停过咯。